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17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的第9局，也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古力九段和韩国的第一人朴廷桓九段。那么此前呢，古力已经是夺得了2连胜，分别战胜了韩国的崔哲翰和日本的河野绫。当时呢就对上了朴廷桓。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老师。刘老师您好。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嗯，那个古力这一次的农心杯发挥不错。对，是的。之前呢他的战绩并不理想，在农心杯，尤其就这个比赛他有心结，但这次呢他3连胜，的确是以是前的。他这个。输的比较多，在就这个比赛输的多。哦，他这次好，而且是主动请缨上场。对，这次是他其实有这个有心结，他要有一股，要挽回来是吧？对，这个下的不错。他这盘棋呢，跟这个朴廷桓也是韩国的这个主力啊，下得很激烈。大家来欣赏一下这盘棋。这盘棋是由朴朴廷廷桓桓执执黑，黑先行。古力执白。那我对。们看看啊，这个。欣慰，星位，他下了对，星，然后他走这个，守一个角，他也守角，对，古力守角。那么这个棋呢，他又守个角，这个古力又守一个角。我们看的这一棋般都分觉得头也可能居多，挺好玩他给你这个，这以前这个下法一般对围的话，因为黑棋快一路啊，是一的，般是不肯的，今天古力下的呢，一开始我们看他的招法还是挺沉稳的，没有主动进入。那么下面主要剩下那个大肠了，是现在黑棋对，在这儿分对头对对对，以前呢这个布阵，白棋下的这个少一点，我觉得可能黑棋都以前都不肯让，过去反正这么走都是分头啊居对，多，白棋打散啊，但是这个古力没关系，古力下棋他比较力量型的，反他正不这个胜而且负他也不在不，布局了。哎不不对，也可能是这样。这个而且是快棋，对，是比较的，快，每所花以一个呢，小时，这个也是考验，不见得是你下自己熟的可能最好，你这个快棋那个跟那个慢棋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看啊，这个，逼过来，对，然通常是后，要走这个的，不错，这挺好。对，黑棋接下来的话，刘老师他一般是不是比如说拆二或者二五清分这个？分多。您你如觉果得拆哪二个？的话，并不拆二的话，有可能他可能会这个尖顶，尖顶，他抄也起可能来，是这个，有飞可能了，这个，对，这他可能不愿意，不满意不是满吧？意，觉得，对，他说这一点比较好。那换一个，比如说这个是怎么样？您觉得？这个他有可能是靠住，靠住，靠住，那对，就往上长。对，那这个白棋喜欢，白棋也比较也满比较意满意，也可以。所以黑棋这两个他都不愿意，他都觉得不满，对，所以他要求要下到这儿，对对对对对，刚清才分到靠这住儿，你一挖，他可能就给吃掉了。是的，是现的，在呢，你走这个呢，他是，白这棋个居飞多，了一对个，对对，他就这这个样爬过，是这个普通，我觉得这个普通下法吧，很正常是吗？正常。白棋走一个这个，走一个后皮，歪势，那么让黑棋捞一个实控，这正常的吧。现在你选择一个选择这面，一个选择那头，选对，择这面就尖冲，选择那面就星位，他是对，选择这个星位，是他吧？还是以扩张自己为主吧。他如果说这个的话，是以先进入人家为主。对，他说那白棋就跳一个，对，把这是个的，糊上。那么这是普通布阵，对，这还早得很，早这得个很。棋局，那个棋暂时先不走，打吃了他不抓两个，先不走，那个就放着不走，粘一个给他粘，他又不肯，觉得你太厚。是的。那现在黑棋应该说。要么走这面，要么补这面，都是可以考虑的，都可以考虑的，是吧？现在如果说黑棋，假如说他要自补补自角，补，我想可能是这个居多，小尖，那白对，棋是不是要在中间中怎间么走，撑一个，撑你到哪往前撑这个，儿？不知道是这个还是反或正你者这个是现在围控啊，不见得就一定好，不，现在围控啊，可能。就不见得，他有可能，就比如说这儿靠一个，就施展点小手段了。在里面怎么露对，出比点如棋说来走是这吧？个，挡住，挡住我这小手段，走这个，然后再打吃，打吃，打吃他接上那角我有可说。能。
他就把这个这儿再来一下。哦，这又这刚才这个先打这个把这个，这有可能两个就弃了。对，这两个弃了，然后脚上还可以接着活。对，就这。哎，对，该活就活呗。要这样。这都是我们的参考图啊。那么，暂时先不是这个剧多好下。我可能就是觉得简单好下，但是呢，他是走的这个。他这个挺深的，我觉得。朴廷桓，挺狠的。朴廷桓，韩国年轻的代表。对，而且等值分长期排名第一，现在是。哇，长期第一啊！对，而且很稳定，基本上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我们这些还都经常换。对，十月最近刚刚被柯洁给取代。对。啊，那么朴廷桓，你说他长期超过李世石、李昌镐等，李昌镐都甩远了。对。那么，那就是一定有水平。没错。那等级分就代表当前的状态跟水平，没错，这是很客观的反映了棋手的水平。是，那他挺厉害，他走在这儿，那肯定应该，我们想想应该有他道理啊。他是比较凶的，他就觉得这样好控制局面。但是呢，这个棋白棋打入呢，白棋必然打入了。对，白棋是走这个打。对，他走这个，是这样吧？是的。就这么下的。这个打入，您觉得？他这个位置和我觉得可以吧，选点还可以啊，挺好。你既然不走那个，我是要进入的，再不进入不对了。你我就在想着他，人家中间搁一个，您就这么他找不准方向，不知道从这儿走呢，你就往那儿，你走那儿你走这儿，他找不准方向，干脆不理，这是最好，就先搁那儿，搁这儿最好。其实我觉得你再围也没什么，我要是我有可能尖，我偏向于尖补。我偏向那个，给他打一个，你先走那儿，他不走，那个效率没有这个实惠。先走这个呢，你黑棋，他是走这个。黑棋尖顶。尖顶。现在。那朴廷桓他既然这么选，我也觉得应该有点道理吧？他是白鼓励走这个。白棋飞，黑棋把它跳进去，但为什么觉得这四个子有点苦呢？白棋。对呀、您有这个感觉吗？我觉得不。你这个子那么多，然后你围着我这个，我还是活还是没问题。而且他是觉得这样，他走我就鼓励这个走的挺好，鼓励啊。你看他走的这个，自己做活肯定不肯了，现在不做活那不肯。对，他这个靠出来挺好，靠完了长。你要让你那个我顺着根据的全局啊，还要瞄着你那个，是这个你肯定得走，是吧？必然的。跳一个，然后这个好。这好，这就是说刚才不走，现在方向找到了，我就顺势这么给你切过去。而且我这面也有跨段，这个让你吃啊，你不好吃。先搁那儿吧。搁这儿。你吃起来累，我要被你压迫，马上去自己做活，辛辛苦苦活，被你各种外面挤压，活到最后那是黑棋最希望的。你活了之后，黑白棋也都厚，黑棋也都厚了。你憋在里面活，不如现在这样。放在里面让你吃，而你反而不好。对，这个棋呢，如果你比如说你往前走这个，是吧？那白棋就顺势往前跳吗？还是？我甚至觉得是不是靠着都可能，甚至这样，那就跟着拽着你走呗。好，这个比较狠，拽着你走就行了。你这个你那块不能总不能不要吧？那这个子被吃了太大了，你的两头你的忙活，对，你吃这个都很难。以后我还是借力飞一个，这是白棋，我觉得调子不错，挺好，顺着这个顺势而为，两头你的我的，这样走这个呢，他也不那么走了，他干脆来吃吧，你走着我拽着你走，你还跟着拽着半天，这个还没死，干脆我就这么直接来了。中央这个子呢，就黑棋就先搁在这儿了。那现在他两头有口，这儿有口，这儿有口，是暂时吃不着。对，不担心。但是呢，这个棋你如果再拽着走的多的话，那真的就封口了。是。现在走这个，下一步这一粒这全死，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再说。本来你要跳，你吃两手还不见得吃干净，现在呢再吃一加一手必然死。白棋跟着走了。他搬了一下。搬了，挺好，这个挺好。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先做一个打劫的形状，对，不走我这一般也活了，是的，是吧？
那黑棋就先打劫吧，先把这个劫打着吧。打着劫，先打着这劫，他提一个。提个劫，对。然后白棋爬了一个。爬一个，对。是。扳住，他提回来。提劫，对。黑棋那冲了一下。冲是个劫财，顺势劫。你如果提着被他一挤死了。对，这里面搬上去也没什么用。哎，你提被他挤死了，没有用。所以他这个顺势劫，在一个，他点了一下。这个劫，这个也是顺势劫。嗯，白棋也不损的一个劫，还本身就走了一个让白黑棋也挺难过。这个挺好，走成这样。黑棋呢，一看呢，这个劫好像没有合适的劫财，就先粘回来。粘上主要你里面还是个劫活，依然是大劫。你要活的话，假如活，你只能自己做。这儿还被他断完吃完，他加强后了，你还得猴着做，然后还是个打劫。里面是白棋也比较辛苦，如果非要活这个很辛苦，干脆他不走了。他不活了。不走了，不走是最好。我觉得这个棋呢，让他来吃呢，以后你这儿还有点利用啊，他因为紧着气啊，就现在走别的，挺好。白棋中间哎，这个走了，对你既然不那个，干脆我来吧，我把这个口先封，让你在里面。进攻，你如果比如说看你跳这个跳这个，我这以后顺势飞一个，你冲断我的，我可以借力。对，哎，反正先抓你，先把这个子先把它围进去。对，看你怎么走。是的，这个挺好。鼓励力量型。黑棋呢，靠一个，对，靠一个，这个是常见的一种这个手段。一般找不着方向，先看看，先问问路，或者给你一个。试试你的应手，看看你是这底下是怎么个应法。哎，对，你打算怎么吃？你要是看先看一眼呢，哎，如果你都定型了，那就不一样，它方向找。现在呢，先让你走。对，你是长一个呢，你是立一个，还是你搬一个？就看看你了。各种的一个不同的应法。对，实战白棋搬了一个。搬一个。他反搬就是给你搬在这儿，一般是反搬。你退一个，被他立一个呢，你这个重。没有眼，这样反扳呢，他又各种利用，以后有打呀，有扳呐、等等，外面还有打，他头绪太多，是这个容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在自己清没有活的话，一般是走这个，不是如果拼控不是这么下，对，要拼控肯定是要尝试的，对，现在你扳呢，他就白棋就打吃了，对，立下来，对，挡住，然后黑棋尝一下，跟他跳交换。这几下交换您觉得怎么样呢？好像黑棋还行啊。黑棋不错。也就是算把这个弃掉。弃掉呢，这里面是暂时没有弃了。但是他有一个压一个先手。啊，压中间呢，至少是有打。比如说这样。哎，对。对，这是先手。有打或者是以后有这个地方还有利用啊，他先。比如说这个飞先手。他舍不得打关键。他先留着。先留着。暂时就这白棋的硬啊，也是觉得你既然这么靠，我干脆给你吃干净得了。现在这个地方把它这么一交换呢，就算作一个虚的，就先搁在那儿，搁在那儿。鼓励的棋，经常我看到棋谱也是喜欢这样。保留的味道，经常走一个东一枪西一枪，然后试试你。老是考对方，等于像考官一样考你一下，他也喜欢这个。他关键他具有那种，就是待会儿啊，可能这棋放在那儿一会儿，他能把它连起来。对，他有那种能力。他喜欢把乱局啊给他规整起来，他会这个做这个棋。对。他比较擅长这个。这局。对。这种能力一般人是不具备的。鼓励现在等级分排名第几？第八。第八，那也还是一个前列比较那个什么的。对，至少没有跌出前十嘛。虽然说他今年联赛其实发挥的不是很好。对。啊，但是他这次还不错，可以，就是他这之前啊，前一天是跟河野零下的，我们一般认为好像日本棋手是不是要弱一点，但是他那盘棋其实也很悬，那棋那盘棋反而是比这个悬，特别悬，就、是啊，但是大难不死嘛，今天是不是反而发挥这边就发挥了，对，是，这个鼓励这个棋也是。鼓励不管怎么说，他还在这个前沿在战斗中啊，还是不错，哈，是的，没错。好，我们看实战。走成这样，他一跳呢，把这个都吃干净，不是，就都拿下这个控，我说我拿下这个，那么就中间黑棋怎么走的问题，他走这个，对，他走这个呢，就是说让你如果封头，
那么我呢再往外拽呢，我这可能就走走呢这块棋就眼位出来了。你想他压一个先手，打一个先手，这不是很容易？要出眼位，怎么走一个这眼不是很容易吗？打完了一场，他就是要希望你走，但是这个时候他白棋没有再走了。古力下得很灵活，他先打了这个。这个棋就有点意思了。下得很有意思，他这棋不是这么打的，他是打在一路的。一路。他打在一路完了之后呢，这很有讲究的，他不是要提，他首先你这两个子是吊着，这是棋精。其次完了，我待会要靠住你，我这是脚上二路靠很厉害。其实还有一种下法，干脆就打一个，你粘上我分头封住。哦，您就打这个。打这个粘上我封住，让你去折腾活，这也是一种下法。但现在一路打，鼓励是这样，他走在这里，这个黑棋看看啊。黑棋走的这个，他要往这边往外钻。对，他不明显的要活。如果你跳这个被他飞住呢？对，只是在里面活，现在他是还七是要把这几个三个，你看都有可能以进攻的，你这三个不但活动了，要给隔开。对，我觉得这个挺好。对，这个挺好，这个不错，这个是没错，是的。那么白棋是往这尖一个，他可能一时半会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是这样的，这两个交换其实这个挺，这个也挺危险的。是啊，很薄啊，白棋中间。是，好像黑棋这个棋还是有棋下，我感觉。是啊，我觉得黑棋好下一些。下了，更觉得。好，我们看啊，白棋他先打这个了，提了一下，这是朴定欢给你打断，他最后也不粘了。哎，这个我有疑问。白棋这个鼓励这个贴我是有疑问了。您觉得他应该，我认为这个棋就这个时候现在应该长这个。哦，单长。哦，是这样。单长。我还在想黑棋长出来是不是就是因为怕人家靠，然后如果现在白棋靠的话他打算顶了，搬断了。对，现在单长他是那就不好办了。你首先你的粘吧，你要尖我还被我冲一个。粘我就煎这个，煎一个他得活呀，这被吃了太大了。哎呦，扳住，这是七个，你得补。得活七。七死八活，你得补一个。怎么走一个？外面加一个。这都归你。啊，接上。哎，对，这都归你。然后再走一个吧。你这个加可能他都冲了，并不是都算这，但是就是说白棋要先把这个走便宜走道。这个太大，然后你再转手贴可以。哦。那个很要紧。而这个长的还有一种可能，你尖三三，那被我冲，你敢不敢？不敢。那有点不敢，有点风险。这冲完了，主要是这样。那这样的情况被我先手走。长这个，他尖的话被冲一下，这一跳这局部是。对，这一跳我看就歇了吧，冲了退了。冲我退，我怎么觉得是黑棋不行啊？黑棋不行的棋。这黑棋太悬了，这不敢了。这黑棋不敢。这不敢。那么刚才那个就先手。走掉三三能补双方之要点先手，而且还跟他死活有关系，那个便宜太重要了。哦，要总要这个是我认为他的随手。现在贴一个是不是觉得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贴虽然很大，但是比不上那个大。那个是长完尖一个是全局最关键的地方。鼓励随手贴了一个，虽然这个贴很大，但是他照顾这个味道。那个拐当然很大了，像这一贴呢，使得黑棋中间天元靠了，靠一个，靠一个。但是白棋中间这几个子怎么办呢？我越来越替他担心这件事。是啊，这个靠本身是个好棋啊，是个好位置。本来你要是不贴，我甚至觉得靠断呢，或者走别的，不管怎么，先把那个走掉。那个太大了。那个太大。现在你走在这儿之后啊，被白棋扣打了。对，他是不是还是不肯尝这个？他想直接把它靠住呢？那个，我总怎么觉得这个棋没有必要。如果说靠住的话，你说什么时候呢？白棋靠住他是不是就打算这么活棋呢？他如果这样，目前是这样，他是这样，目前是这样，他活棋就目前是这样，这样吧，对，他有挡，我就搬这个对，目前这个只能这样了哈。他现在是。他那个老是放着不走，可能正在犹豫的。他在想到底应该是靠住还是怎么办？拿不准，但是我觉得这个白棋都是有机会长的。对。不要去拘泥那个靠那个角了。嗯。现在走上这个被黑棋搬这个，黑棋该黑棋是。黑棋搬中间。搬住这个，搬住这个。对。好。
然后白棋飞了一个，这个太大了。你如果再让人家加一个的话，这三个子就全部被侵吞了。对，他走上这个之后啊，这个不走被白棋在黑棋飞一个或者飞在中间，这个等于死掉了。太大了这。所以这个是要抢的。但是你抢了这个之后，让黑棋抢了那个最大的了。他把这个糊了。这个太大。这步棋有点。这个是不能。错过的大棋、大场是吧？大场，白棋鼓励被他这么抢，拱手相让，这个棋真的是觉得可惜。这个那个棋一长，先手收掉，就他可能要求希望啊，最佳状最佳的，他想靠住，他想最佳，最佳的效率，但又怕靠住不成立，所以他有点犹豫。我估计那个时候，那么接下来这棋下到这里呢，这个。棋局当然是还是很难料，但是，至少不能说对白棋有利吧？这棋。对。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看看古力接下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17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9局。由中国的古力对阵韩国的朴廷桓，刚才呢给刘老师讲解到这儿，白棋黑棋刚刚在这儿虎完了尖，把这块棋做活了不说呢，而且把脚特别大，那个棋白棋错过了一个这个直接收瓜的一个机会，对，那么让黑棋终于同时手来把它走了。现在呢这个抢了之后，黑棋走了那个，然后该白棋下，就白棋这块棋。他一直从布局开始就悬而未决，搁在这里，因为让黑棋再加一个的话，他就进死了。当然是这个加一个是进死，他现在是来转手走这个打劫了。没错。当然这个是很大。但是这个棋呢，因为那个棋被黑棋抢了之后啊，我认为这个棋啊还要搁置一下，没办法。我认为这个棋应该提掉两个，这个太大了。您觉得现在提掉？我觉得应该提掉。那如果现在提掉的话，黑棋是不是会在那儿加一个？可能断一个。你比如断，就把这吃掉了。反正就他走一个，他把这个这个地方还能够搬。哦。至少这儿还有点棋。哦。再折腾点。折腾这个。这个呢，就是说这里又是一盘棋。对。对吧？但是这个棋，就是说那个两个棋很大。我觉得这样是。这后面还得慢慢站，主要看中间这一带。对。不过黑棋的空确实挺多的，我觉得。我那黑白棋那个两个子啊，提掉相当大。那个他没有提呢，我们看实战啊，这个棋后面下的，我觉得这一带白棋从没有走上这个长啊，这一带走的有问题，古力啊。我们看实战。让黑棋这个抓住机会。来走这个活，这个呢让黑白棋一断，黑棋断，把这个上面的它又加强厚了一点，然后再做这个眼，这个就才能成为一个打劫活。对，黑棋提掉打劫。这个当然是不小了，但是被他这个长一个，这个太大了，太大了，这是巨大的一步。对，黑棋先找了个劫挡了一下，挡了一下，然后把这个劫提回来。那黑棋呢也不跟他纠缠那个劫，他就把这个长出来。长太大了。这个长太大。长一个。长出来之后关键是后薄完全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呀、这个棋这块棋你本来是哪想过死活这么本来要尖先长完先手，这都是有空的。结果呢那个棋啊变成了什么了，变成了这块棋你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实战。打吃这是。基本上也就成这样了，然后跳一个你难受，正好跳在他把你的筋上跳一个，这个棋不舒服。你这个棋本来你要提掉啥是没有，这都变成后皮了，啥有斑。现在不同了，现在被他分割，你看，走完这先手，跳尖，这一尖这块棋要小心了啊，这块棋不能熟视无睹啊。对。这个当然也是不小，那白棋再粘一个，是吧？这个棋，这个被他扣打一个也不小。这个时候，刘老师，黑棋他能不能抢先飞一个呢？这正是我要说的。我觉得这飞一个，他本身这个武力就要忙着做活，不能这不能拖先吧？这拖先，我觉得
就基本上要死了吧。如果你胆敢这样，这能脱线吗？那个棋加一手，我想有这个实力吧。加一手吃了是有这个实力。如果再吃不掉，有点对不住别人。他们俩双方这么高手，我这么觉得是吃一个，至少这个棋你要能这么活的话，太力量太大了。加一手还是很有希望。是的，是。这死的可能性。我想走一个他。不敢不理，他不敢妥协，不敢不理。那不管他怎么做活，在这一代，比如说他现在，应该走对啊，我是觉得是黑棋必须要飞一个，他不管这走哪还不知道。我估计跳一个，跳这个，跳这个呢，这不是有靠吗？靠住他，不，那倒不见得，还是他怎么走一个。这个棋呢，就算你走的俗一点，走这个顶住，把自己补掉，长一个，那么你这个棋呢，里面还没有活。是啊，这块那我再尝这个呗，就尝这个也行啊。那个先放一放，那你还没活，暂时你这个断也不怕，是吧？暂时断也没有啥了不起。这个棋我认为，白棋真的是要比较难办。这块棋随时有可能，这尖里面活吗？我都怀疑。不活呀。对呀，所以这个小飞按理说是黑棋应该要下的地方吗？要下。这是我认为是个关键。他怎么不下呢？特别意外。朴定桓啊，朴定桓这个时候感觉不错，可能。对他觉得自己棋很好下。他的确不错。确实是黑棋好。这个时候的确黑棋好。因为什么？我觉得，让黑棋把那个角给占了。哦。这是最关键的。然后又不让他这个跑出来了。然后他的死棋变活，又你自己这一块棋就是个。但是这是个棘锁，不走。这个小飞他不下了。我觉得他可能被胜利冲昏了，他可能觉得这棋真的他要赢了。好的不会下了是吧？他觉得好，真是他不错。他觉得怎么下都行。怎么下要赢？他下了一个尖顶。当然这个也不错，就形势也不错。是。的确黑棋这个时候，就算尖这个也是黑的好。但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一步棋就被白棋下去了。对。这个太大太大，这个大，或者那他再过一路也行，这个也不错，这个特别大。没错。但是即使如此，也是黑棋便宜了。黑棋又小尖了一个，但是这个尖他显然是没有。他觉得这么你要让我这么连回来，你的空不够了。对啊，你这儿不是有个断点吗？你要走一个，我觉得是吧？这个是有这儿还有断啊。那让白棋也是一个难受的状态。但是白棋有好手，他靠了一下。然后一挖，挖一个什么意思啊？他挖一个，你如果这么吃啊，这么吃，他会挤这个，他挤这个，他是想挤这个，对，现在白棋挤一个，挤这个，他就要这个，挤一个他打，你打先你不能吃这个，我这一吃再吃这个。把这一串都给棋子给吃了。你挤这个你不能这个啊，首先你不能这个，这个对。对，这个都看得出来啊。那么我挤这个是啥意思？他说想妙手一下，这估计想妙手。挤一下。挤。他只能粘上这一冲。冲这个。是不是这黑棋不太对啊？冲这个他要断你呢。哦，他能断。断你不行吧？断可能还不行。那您就单挤这个，不是，你不是，你先这个先挤上去。先挤这个对的。先挤这个，然后它粘上，然后您是挤这个了，再挤这个。哦。那它只能提掉。您是要打这个吗？打这个就行了。这两个不交换，直接挤完打，就这样下。直接挤，你要吃的时候直接断就 OK 了。就这两个别。这样都不要交换，直接打了，直接再打上去，这黑棋已经不行了。你这不能。这俩不交换，直接挤，就这样就 OK 就可以。是的。那就不用这个精妙了，直接你要吃我就直接断，对，所以你不能吃。那么白棋在这儿，这个没有，那么这个棋呢，它下得很精妙，这都是在读秒声中下出来的，两个人都是喜欢这种对绞杀，想出点妙手，喜欢。局部的一些死活都是做的特别多的人，这个两个人都是这种风格，都很厉害，敏锐的这种棋形啊，
那么黑棋吃，我觉得挺好，对的。然后你看他又开始挤这个棋形了，他挤这个，他那个地方你不会上当走了，他挤这个，啊、哦，我就知道了，他是说什么？他说你走这个，我再游。对对对对，哎、是的是的，是要这个。他这个打完了，他这这棋目前是挤，我说知道有一个挤，现在是在这儿挤。现在挤黑棋麻烦了。哎，对，这个时候你有点不舒服。嗯，他不管走哪个都不好。你走这个，你如果吃这个被他吃了，嗯，不还双吃呢？你要走这个，他就这个了。这个你也不行，你这段一打吃、哎、连打劫都没有，你做劫我从这儿一击打，你只能粘上我一管，你死光了。是是是是是，嗯，他要求这个让黑棋难受啊。是的，这是鼓励下出的妙手，他是挤一个，嗯，在沉醉在这个挤的好手当中。但是呢，这个棋啊，其实黑棋也是也不错，但是说你挤完之后，你的黑棋有可能有失败感。对，你接了半天干嘛？接了怎么被人家断你？主要你往回连，他就连根给你断了，他断在这儿。不，你这个挤你顶我也能断，对吧？他怎么都把你断了？你这个挤又这个变成坏棋了，嗯，使得黑棋这个时候稍微有点失败感，但是提了吧？是他提了一个，他主要是这个尖和这个尖，本来说他尖完了往里钻一个挺好。结果发现我尖完了被一挤连不上了，那当初这个尖还不长呢。对，其实你就笨拙的长一个、啊、还不如长呢，再尖一个可能最佳。对，他老是走的形状要求漂亮、或者对对方冲击力更好、效率更高，反而麻烦、被他一挤是个妙手。嗯，哎，局部妙手。这黑棋一提啊，实际上啊，这个棋啊，白棋搬的啊，对，这个棋啊，应该说还是黑的好。是，现在也还是黑棋好，黑棋好，黑棋好。这个地方稍微挫败了一点儿，嗯，这个时候心情如果调整过来，仍然不错。但是这个尖，你看，即使你拆一了，我再尖，仍然是没活，嗯，仍然活起来累。对，你看他是这样啊，搬一个，好，打吃是吧？粘上，他糊了一个，糊一个。嗯，这个时候，刚才没有逼，现在呢？当走着这个时候，黑棋反而来劲了，要点杀。那他刚才干嘛不想？对呀、啊，刚才更应该狠一点啊！刚才可能这回过神来，突然想起来要杀了，要对就杀了。嗯，回过神了。那么好，那么这个时候杀可以，那么白棋也有招啊，也不是那么好欺负。哎，也有招，也有招。你看他吃这个，当然这个吃也没问题啊。白棋粘上了。白棋粘上。嗯。这个时候是关键、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走在外面就算了呢？其实提一个我认为是正常、提一个你让白棋做活就完了，就这样呗、然后白棋就黑棋就把这个粘上、这时候黑棋不差，黑棋形势不错，这块不是空很大吗？很大，是啊，哎，你这吃我就提，然后这个地方跳，你这没几目四目棋，然后黑棋很厚，这个地方这还欠个劫呢啊，对，这还有个劫呢，这白棋都忙活不过来。黑棋这个时候形势不错，嗯，或者说相当好。对，我也觉得黑棋挺好，相当好。而且你这个子连回去，他就外面虎一个，这中间不都护住了吗？但是朴定桓不对，他杀人，他这个时候有点，他有点这个棋，他冲是不是太小？现在啊，嗯，你看从这个时候开始，朴定桓我不知道是杀棋他要过瘾呢，还是怎么样的，他就应该吃一个。这吃一个，我要提的这一粘，这就完了，这打劫了，那当然不行了。嗯，他是把这个提了，你要粘的话，这个棋它长，它粘上不行，不太行。粘上不得长，不，它长这个，长一个它打吃，我粘上了，粘上啊，它再挤一个，那就完了，要不人家打这个，挤一个它打吃是吗？打吃。他这个粘先手，那你还跟谁杀呀？就不行，这个要粘上了，这不行。他这个吃的这是太狠了。然后黑棋提啊，嗯，黑棋这个时候只能提了，关键这个冲太狠了，过头了，这个不能那么干，走这个他去给你打劫了，好，本来这个棋你提了他已经很难受了，你还要再来过分了，再狠，这个时候，这个白棋期望你这么走的，嗯，你打劫好打吧，他还正愁没找着机会呢。现在黑棋走了这个，这个是损的。其实这个特别损。损劫。这个棋主要黑棋还没有适度的适当劫没有。对呀、啊。这个你吃这个人家肯定不要，本来都是不要的。嗯。他找了一个损劫，让白棋挤在这儿。其实他这一带脚上不都是劫材吗？这打一个他能不要吗？都不肯损，他都不肯损。他还不肯走。不肯走。
提一个，这个棋就是朴槿桓有点儿啊，对，这是顺手劫，白棋是不损的劫、嗯。然后他就点了一下，点一个是劫，好棋。但是呢，他那个靠二二是个好棋，单靠比断好一点，以后还有点，还可以加一个。哎，对，这个也是个顺手劫，挺好。嗯、然后那现在呢，断一个损劫，这又损了，打吃，接上，对，把这吃了，这个损不少啊，这损不少，这是。高兴的，这是白棋所高兴的。对，粘上，白棋现在粘上，这现在他粘上，粘上关键是什么？嗯，还是打劫，继续打劫。你如果必须紧着气，松一气，他一紧气，你等于忙活半天啥都没有。现在呢，只有这个，只有这唯一的，嗯，哎，只有这一招。但这一招呢，白棋把便宜占尽，他是要这么来，翻在上面。好，再打劫，这是还是劫。你折腾半天，本来人家活，现在是个又是个打劫。打这个。打这他提了，他这个。白棋所有的劫都硬。都硬。啊，你损的，我先给他全部收了。你损的可不是一点，损很多。损大了，这断一个，这几个。对，上要提。提一个，然后这边又有劫财了。关键他这个劫，你现在无法应对啊！你再跟着走，好多个劫呢。对啊。现在再说呢，你黑棋再折腾，你没劫了。你真的没什么大劫了。你他现在断一个，你拐吃，其实这俩都损的，然后再提。他就是为了让他没有一手棋吃到下面去，要不然对白棋可以夹着吃。他是这一尖呢，尖着吃，黑棋那个死了。啊，这个现在呢，他是千辛万苦提了，但是呢，死完之后你这个棋你冲不，你夹人家能粘上，这能粘上没用，走不了，那怎么办呢？黑棋挖，只能挖这个白棋退，他吃是，走到现在是终于把这个吃掉了。现在这白棋已经有个子了啊，这已经走了，提掉白棋尖了一个，然后他挖了。挖了啊，下这个棋走了半天，吃了30目，然后这儿损了，然后这个棋损失谁大还很难说。我觉得这边都不止30目，这个大还是那个大都很难解。本来提掉挡住，这不是全都是黑空吗？对，这哪止30目？这30目再加上这5个子，已经快40目去了。还有，他落了一个后手。这个棋我觉得损了一手棋以上。这就简直是损的。从那个提和到现在演变，损了一手棋以上。这个朴槿桓快要，我不知道这个韩国第一人下这个可能都崩溃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为什么会下成这样，让人无法理解是吧？对。但是这个鼓励的确现在是明显的好了。对，现在肯定是白棋好。现在是明显的好棋好了。是的。现在鼓励来这儿加一，哎，这个是他是走的加一个啊，加一个。粘上，把这个粘上，然后他把这个解补了。这个粘本身就不小，这手棋一个先手就本身没有，这个大那个大都是很难说了。这个棋转了半天，你花了那么多吃了一个干子，这个就是典型的损了。这损的太明显了。明显。好，后面再跟着走。跳，冲断，对，挺好。对，黑棋先冲。黑棋先冲，然后白棋飞这个。这时候进入鼓励比较擅长的了，擅长他黑棋打吃，哎，你如果爬呢，他只要他中间别不被杀就行了。这个时候他贴一个呢，他是冲这个。如果你冲这个呢，他冲这个他可以拐冲了。哦，对，是他冲这个。假如你冲在这儿，他跟着走，是吧？你黑棋啊，黑棋如果冲他冲这个，你走这个，他把这个吃了也不小，那有点大。对，那不见得干净吃不了啊。那么他是实战呢，他是这个，他是走的这个，他是冲的这个。黑棋冲这个。对。那么他这个断打是好棋。这儿要走，这儿要提。这正好是一个虎口冲。哎，这个就是没法挡。这个鼓励等于给他表演一下这个基本的功夫啊，他。他粘上，提掉，挺好。这个。然后他只能打回去。对。下成这样。这个白棋在这个地方拆一个，这个棋应该说正常运转，白棋没有什么不可。对。正常运转，现在白棋算是不错啊。黑棋靠一个。黑棋靠一个，他把这个吃掉，这个都挺好。打吃。对，打吃。打。提掉。对。然后黑棋冲了一下，这冲这个，我怎么觉得应该走那面？先赶紧走这儿，走那面。他冲当然也是，当然白棋这个棋这个也不错啊。
对，这黑棋为什么不能单挡挡住呢？他是觉得怕落后手吗？单挡，可能也人家也是搬，不单挡你搬，你再打他有可能翻进去。比如说这样哈、假如说单挡，单挡他翻，他搬一个，搬一个他先，他怕他翻进去啊，他怕他，如果说他单立呢，又怕落后手。哎，对对对对对，怕落后手。对，就这个太大了，被人家这先手往这儿挡住，他觉得无法忍受。你再冲的话呢，他可以挡在这儿。对对对对对，你有可能吃不干净。啊，不好吃，反正零零碎碎的，你吃一个两个无所谓，不能整个把这。对，这个你要不利，你冲他又给他翻进去了，他有这种担心，那他直接就，你看他走的啊，他是直接就搬这个是吧？对，搬的这个，粘上搬啊，这个地方下的也可以啊，他打吃了，对，直接就打进去，不堪忍受。对对，这个挺好。这个棋应该说白棋下的挺好，白棋不错，黑棋真的是这个棋好像不对了，这个时候就不对了，对，已经败势立下来，现在黑棋打了，你打好，那我打你，这样就正好连环，你提那个我提这个，这是连环节，正合适，节奏正合适，对，你粘在这儿，这个棋白棋粘上挺好，是的，这个对杀呢，这就有点难说。即使白棋死啊，这个黑棋也不见得就能占到便宜。他现在走这个，这个是个好棋。他这个挡是必须挡的，你不挡，不管你走什么别的，人家一拐就完，就不用杀气了。对。现在朴廷桓呢，这个现在你挡我这一段，你要粘我一爬，这个棋黑棋就完。这是著名的老鼠偷油。这个是一个基本功啊，但是他来了一个这个先走这个，先加一个是好棋，先加一个是好棋，但是我这个时候有点疑问啊，他是粘的，实战粘的被挡，我觉得应该立，单立吗？我觉得应该单立，单立只有粘，只有粘，你只有唯一的一手，我就走这个，然后好像这手棋你知道被我粘是不行的，哦，这样您是说他气不够是吗？对，你走任何一个，你不管走哪个，搬我就粘。走哪儿我就一粘，那他只能往这儿走。那我就粘上，你就这个气不够。那他如果先走这个行不行？你只能走这个，只能走这个。我吃这个，然后他然后你虎一个，虎一个，虎一个。那这先手挡一个，挡一个，这先手二路，对你立一个，只能是这样，这个剩下都不走可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白棋先手那挡在那儿，这个形状是白棋要便宜，官子便宜，明显便宜。那么实战，这是一二三四五六六目，对，这脚上是三目。实战呢，就是说亏了一点，白棋亏一点。哦，小亏。这个呢是比较单立好，单立是官子会便宜，可能赢得更多一点。现在呢，实战呢，他是走的这个，他粘上的。他是走这个，这个呢你再断，他被拐了。你只有唯一的一手是吃这个。对。他把这个活了，你是在提掉这个。然后他虎在这里，你那个挡呢就变成后手，就差在这里。是的，是吧？本来是挡先手。嗯。实战是应该是那面先交换了一下。对，黑棋先一路先搬了一下。对对对对对。在那儿。对，一路搬。搬这个。一路搬，对他补。这个搬得小心，如果说你不硬的话，人家一拖。对，不硬这有一个人一路拖的手啊。是。大家可以以后底下可以演变一下。不走被黑棋有一个一路拖，单拖就死掉了，他也考考你的基本功，但是这个棋不能不走，对，他得硬一个，硬一个，所以现在呢黑棋接下来虎这个在这儿，是吧？对，然后白棋渡过了，白棋渡过把这个拐过，现在是全盘最大的大场。我怎么觉得是那个地方走过，他跳了一下吧，跳了一下，现在跳了一下，对对对对，挡住是啊，跳了走了这个，然后把这个尖了，黑棋是这样吗？尖这个地方白棋补了，白棋呢挡了一下，然后呢走这个，后来白棋把这个冲了，把这个走了啊，这个次序你这个可能不是很精确，是吧？这个棋这个不是这样的，把这个吃掉之后，你尖完再爬走这个。哦，是这样。那我们把次序给大家摆的，对对，再精确一点。对对对，这个棋那个搬了是走了，是吧？搬了走了，然后现在黑棋虎，黑棋虎的时候呢，白棋挡了一下。对，挡这个。等一下。白棋挡这个，然后黑棋跳。对，他挡住。对，然后再吃。再吃这个。对对对，然后呢，白棋把那个冲了一个，
其实那个冲啊，好像没那个，当然也不小。对，和刚才那个我说党是先手差一水棋了，差不少，反正是。哦，对，刚才挡了，等于说他你的胡弯胡。哎，对对对，这个地方白棋损了。三四五六，然后黑棋下棋走令，白棋拐回去了。对，拐回去是吧？对，拐回去。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很得意的手法，他这儿挡。一会儿挡了一下，他现在就立刻拖了一下，这个拖一定要小心，这个、拖如果你没硬好，你可能就死了。这个棋我又不明白，嗯，我说这个棋他为什么不单吃？单吃黑棋如果说长怎么办呢？哦，那这块棋好像有打劫杀的嫌疑了吗？这个棋还真是啊。啊、嗯，这不已经劫杀了吗？这中间没有眼了，没有眼了。提了就硬个塞进去，只能是虎这个，然后靠这个接来做眼，这接能行吗？如果您再虎的话，哎呦，好气，这个好，这个好像这个还真的小心死了，小心小心小心，这进死了，不是打劫的问题了，小心这接上我就把它挖断了，这现在这也不用无所谓了。他得先提一个，你揣进去，中间怎么能对中间做不出眼了？这是个丁巳，它局部不活。所以得小心，就是我刚才说。小心啊，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嗯、这个地方，但是他提了之后，这儿几十个先手，这儿靠怎么着？哎呀，看不出。现在这个地他要小心，他实在呢，他因为有一个这个死活的问题，这个有精妙的死活问题啊。对，这你看起来这块棋好像眼挺多的，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刚才没有注意他的死活。他所以呢，这个看来这个党之前没有走掉啊，对，没有走掉，他这个棋应该早先走掉，嗯，没有走掉，他这个棋这个时候啊，被这一个拖是个好棋，对，吃，那这样呢，是提掉，他提这个，嗯，这个你长了他能做眼了，刚才还差个那个，嗯。别那个万里长征到最后了，就差那一点点。现在他走成这样，嗯、这个被黑棋便宜了。是的。然后他再挡这个。嗯。是吧？对。便宜了。白棋立了一下吧。啊，这个是他没有。这个是他的权利。走这个，对。嗯。然后他小尖了一下中间。哦。这个都。这都是小关子。小关子、哦。现在、哎。刚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要。他刚才如果单吃这个中间，如果单场几个中间一点都没有能死活问题，当时差一点啊。嗯。现在跟胜负没有关系了。现在呢，你就是说，就是正常的收官，我们把它收完吧。黑棋挡了一下。挡一个。哎，黑不是后那个是黑棋嘛？对。黑棋在这儿挡一下。对。然后白棋又打吃了。打吃。嗯。然后这个棋白棋，然后黑棋小尖了这个吧，小尖啊、白棋呢就是要小心，人家长的时候你得保证自己的眼位充足，刚才就是这个地方一路拖人其实是一个陷阱，你一不小心除了拐打以外你发现硬别的都死了，在这个局这个没有小心不是没有注意，这个当时啊这很容易出问题，这个如果是从官子就是肯定打一个对啊，但是这一长中间这挤完中间如果这铁后如果一个眼做不出来的话那就是死棋，没错是这样，哦，那小尖呢、啊、白棋在这儿靠了一下，哦、嗯、这个时候就没有死活问题了，是，嗯，然后黑棋又冲一个提掉，嗯，把这个粘上，但是这个粘上它有点不舒服、嗯、这儿还打，打完了这儿它还能冲回去，小关子，对、啊、这还得几打打住，白棋把这个抓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后来也搬过了、啊、然后黑棋也击打这个，击打这个，嗯，白棋搬一下吧，搬到了，对，搬一下，这个黑棋吃一下，他又往里冲进去了，冲一下在这啊，团住，啊，他把该走的、该收的都给收了，啊，把这个一会儿也冲了，他粘上，这个棋黑棋应该冲掉，黑棋冲掉了，嗯，对，然后这个提是白棋的权利吧，嗯、反正对，他挤了一个，啊。这个位他提了一下又挡住小关子，对白棋这个一路小尖也是很稳健，别待会儿做眼又这么做回去就有点难受，他现在这个眼和这个眼呢各得其一，反正是、哦、他先便宜一下，这还是个眼，对对是个眼，嗯，黑棋走这儿，
然后作业他又坐上作业，他又打吃接上，他又打吃接上，然后把这个挡住了，挡住这儿有个戟啊，对，小官子，对，这是挡住，对，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两目的小官子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出入了，已经，对，基本上啊都一路都少了，就反正就是该收的就收了呗，这冲了，这挤了，对对对对，就这样，这个棋呢，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对，就是官子都那个什么收完了，最后就是说小胜负。对，其实差距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大。本来我觉得应该差距要大一点。我自己觉得白棋这儿稍微损这儿明显了一下是吧？是吧？我感觉这儿是明显损一下。还有这儿是不是？这儿被他偷着夸两个就抽掉了，好像也我觉得官子也损了。之前这儿因为没走掉，如果这儿两个先走掉的话。他尖的时候就能意识到，或者是先动手那面。嗯，黑棋这个官子也便宜，但是这儿便宜这儿便宜，到最后呢还是不够。对，这确实就是黑棋吃这块白棋的时候，这付出的代价简直是太惨重了。这不成棋为转换，这亏的不知道去哪儿了，简直是。这个是输了两目半，两目半呢，他这个棋呢是，而且是黑棋要贴六目的。就盘面四目，对对对对对，和我们还是贴七目半，是的，他不管怎么说，这个棋呢，本来是黑棋真的是优势，嗯，这个地方损的居然是差一手棋以上，这个不可理解，嗯，是吧？对，这个棋下的也是乱战，也很精彩，对，嗯，主要是呢，刘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呢是这个地方白棋不要贴，主要是要长这个。对，啊，这个长这个，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个长一个，把那个先手能够动手收掉是最佳。对。直接走，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是放着不走，最后让黑棋走完之后，这儿又跑出来，整个大棋就有可能，要被杀。对，那么黑棋最大的问题呢，它本来是这是应该小飞的。但是这个呢还不是最致命的，就是说他如果说小飞到这个的话，很明显是黑棋好，但后来他去吃人家，这个就有点致命了，只要不吃那个时候黑的也是好，没错，是这样，这个棋下的，嗯，今天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好的好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古力赢了朴廷桓之后就达成了三连胜，也终结了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好，那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